们有信心赢他们吗？我觉得我们挺有信心。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根本不管对手是谁，强或弱，干就完了就行。凯尔有图没怎么听过，感觉也不是特别强的样子。我觉得我是自己最好的球员，就是有实力，就是有自信。最耀眼的球员凯瑞图，哎，转一转，一转，来到球场上，不管对手是谁，赢的人一定是我阿南。今天来到这里，我只想挑战从来没有见过的接球手。丹哥上课了。一个 hesitation 小拜托。球场见拿球说话，赢了才是人家才觉得你有头盔，就是个网红，动作华而不实，谁能赢还不一定呢。你输了，兄弟。